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库玛。今天来开箱的是这个 GoPro 的原厂双充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马上来开箱。那基本上从下面这里开箱，它这个有个胶带。好，撕掉之后就可以打开啊。稍微有点大力，好，它就是长这样子。这是一个橡胶的，简洁有力，就长这样。然后通电线，所以这个的话，原本买 GoPro 就一条，然后这个外接式的再一条，所以就会有两条。如果你要买这个的话，然后电池本身有一颗电池，所以你就会有两颗的电池，一样是小巧可爱。好，里面也是有这个说明书，然后它也是有这个中文的，支援多国的中文语文语言说明书。哇，好，那先把电池放进去吧，因为，就这样吗？所以要拿的话，也是要靠这个胶条，轻轻的摆动，再拿起来。因为听说有很多的人就是把它不用断。那就是大家使用的时候要小心，不能硬拔这样。喂，GoPro 原厂的哦，今天看到就到这里啦，希望大家喜欢。我是 Kuma，希望你可以帮我点个赞、分享或留言给我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